制火的那帮人，他们来了没有？哎，你说回他去了吗？我是问你人到齐了没有？哦，到齐了。赶快行动吧！啊！兄弟的，哦，赶紧走啊！走！哎，兄弟，快点！哎，住手！谁？谁？你们放在这儿干啥？我们把那车藏你们那地皮了你！ 是不是太高了？高？哼，又不是花你们自己的钱，还不是一根毫毛的事儿。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态度。作为党员干部，我理应考虑到工程建设上的困难。不过，作为土地的征用者，也应该适当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嘛。怎么样啊？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。嗯，不答应条件，我们就不搬。对。 限你们一个星期答复，不然的话，哼，别说管子，就连电线杆子我也给你砍了。你这像什么话？动手总是不妥的吗？还是请你们组织上考虑吧。对对对。嗯。哎。嗯。下一步啊，你们两个蹦得再高一点。哎。扩大事态是最好的一步杀棋了。哎，三万再加两个大套。 是不是真的高了点儿？你懂什么？眼下这机会。
几百人也碰不上一回，国家越急越容易松口。像裘副主任这样的干部，我见得多了，就看你硬不硬了。哥，咱说话得算话，钱一到手，一人一万五。哼！嗯。天鹅还没落地，就想吃肉啊？急什么？昨天可有人录像。 录像。谁？喂。哦，是我。你快来换我吧，我都站累了。我在这儿排队买票呢。家具展销入场券呀。哦，现在不行啊，马上就要审查我拍的那个节目了。对，我抓紧就是了。 宋台长，开始吧。15层楼的昆山湖宾馆工程，在建设中遇到阻力。汪志龙一家成了最顽固的钉子户。市筹建处办公室按规定付征购补偿费5500元和中小2套房间。 可是汪志龙兄弟3天后就推翻了协议，不准管道再他院子通过。第2次又签订了协议，补偿费竟提高到了13000元，中小房各1套改为2个中套。可是事过3天，汪志龙一家又无理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招工建筑，林英全施工，施工，不答案条件，休想！拆迁，没那么容易。 你不管弄走，哥们儿，砸管子！停！来，不，哎，台长，这儿不能抽烟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过于激动了，开始吧。 他们竟然要求补偿费提高到30000元，住房改为2个大套。筹建办公室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之后，这家钉子户竟纠集人员大闹施工现场。太过像话了！真敢泼吗？哎，新班子嘛。走吧，宋台长，你看。 你们看呢？一个共产党员，堂堂的业务科长，无耻之尤，应该在补重点材料。对这种无耻，我们绝不能沉默。刚才这人老糊涂了，你出来。 平阳警察，管道宽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出来！出去吧。哎，你什么事儿管得着吗你？我这人说话最多3遍。你给我出来！出去就出来。哥们儿，犯得着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叶静，你看你怎么了？老让人担心。哎，没事。 放心吧，没事儿，啊，你先回家。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他们说太贵了，我怕做不成交易。你真糊涂。
我们为了打开销路，不顾血本了。你一句话给我丢了十多万。梁副局长，这个厂长和外商谈判，一句话丢了12万。什么？你给我处理一下。啊，好吧。成本多少？1.5毛。全部改用精致的包装。嗨，成本吃不消。成本每只再提高1毛钱，我负责联系一下最便宜的厂家，改善包装以后，再提1块钱，恢复挂上的原价。哎呀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你也帮了我的忙了。主任，外事办公室又来电话催工程进度了。街道办事处也去人调解了2次，可汪家还是不干。邱副主任，外面有人找。是不是钉子户？不是，好像是电视台的。哦。啊，邱副主任吧。啊，您好，请您谈一下情况。哎，好，请。真拿钉子户没办法，我们也不是大财主，能让步的我们已经一让再让了，又不能来硬的。他们的房子是私产，国家有宪法。哎，你怎么全拍下来了？关上，关上，关上！哎，怎么了？要捅乱子的，人家是科级干部。科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。嗨，人家有后台。谁？哎，啊，咱们到现场看看。好，走。就是为了这条沟，整个工程都停了，说什么也不让下管子，怎么做工作也不成。啊，这边。他说这棵小树要450元。啊，还有那些花，他说要200元。请到屋里喝点水吧，请。也好。请。阿赫。哎。有客人来了，给我们拿点喝的来吧。这是咱们邻居小叶。这是我爱人。哦，请坐吧。请抽烟。哦，不会。来，喝点啤酒吧。哎，吃点水果吧。哦，谢谢。行，小叶啊，我看你还是蛮年轻的嘛，比你大个小几岁。咱们都是青年干部，应该互相的体谅嘛。既然都是青年，恕我直言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昆山湖宾馆？其实我倒没什么，问题出在我兄弟和我爱人的身上。我们家的形势是2:1，
这房子是他们汪家的祖产，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再三说过。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快去吧啊。在家里也是脊梁骨。在局里我是，在家里可就不一定了。我希望你能起到你的作用。怎么，你还要继续摄像吗？一只眼睛看问题可是要吃亏的呀。一只眼才好瞄准。瞄准我？只是看一看，看看你还像不像共产党员。哎，走了。要想不被人吃掉，自己先别变软。我出去一下，去见见唐叔叔。唐叔叔。哎，市里干部管得了电视台？电视台新上任的台长，原先在他手下工作过。哦，那快去吧。来来，吃块糖吧。哎呀，气色可不大好啊，瘦多了。唐叔叔，有件事情还得麻烦你。又是叫我们老头子给擦屁股的事儿，对不对啊？请问您是梁副局长吧？是啊，我是电视台的，我们想请您去审查一部新闻录像。没空，我们正准备同外商谈判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。对不起，那另约个时间行吗？再见。哎，梁副局长，你的要价是不是也高了点儿？这是我祖上留下的地产，我爸爸生前又很看重这所房子，所以我才……哦，对了，上个月是你父亲的忌日吧？是。哦，你父亲是个好人呐。哦，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喂，那电视上不会出你的洋相的。至于房子的事儿嘛，你去同拆迁单位好好协商。好啊。哎，唐叔叔，那电视台可厉害得很呐。我说过了，不会把你押上屏幕示众的。你回去好好跟外商谈判，别为这事儿分心了啊。您就放心吧。小姐，请你问他一下，可以签字吗 ？That's okay. What is it? Let's have a look. It's pretty, I should say. This case and ribbon, what do you think? Okay, we'll sign. 他们同意签字。好，请把他们。Squall.小王，不错。十二晚总算回来了。振龙，你准备去党校学习啊？啊。你看这套。这套家具挺好的。是不错。让我妈支援一点吗？
这不大合适吧？嗯，那……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别去北京了。你看，小叶，我看你们两个北京还是要去的，蜜月旅行取消了，会感到遗憾的。作为一个朋友，我愿提供一个两全之法。我和你男朋友是老相识了，这套家具按出厂价出售，打五折怎么样？哎，同志之间理应互相体谅嘛。我看还是1000块钱那套好。那好，请你们稍微等一下，我去把他们厂长叫来。你怎么了？这人就是那钉子户。那你更不能对人家这样。他还能把我们吃了。这位是南海家具厂的厂长，这两位是我汪志龙的业务关系户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请吧。老王啊，哎，给个出厂价。嗯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哼，那套1200元的，你再给开个价。嗯，这个事情好说嘛，啊，打六折怎么样？720元。啊，哎，你看，家具上那条金线不太好看，别要了啊。金线去掉，专做一套吧。木料可要挑好的。好的。留个地址吧。哎，运输我全包了。谢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，这套家具咱们不能要。这样，跟你说就不能这样。小叶，你这样说是不是家具？哎，说到我怎么办？懂事。别气了，走吧。走上社会真是不容易。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，老师对我们说，你们可以忘掉学校，忘掉我们这些老师，可是你们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。我是电视台专搞新闻的，这些事儿我能不管吗？社会上的事多了，你一个人管得了吗？那我也不能不管的。我真想有个安稳的家，过着平安的日子。我也想，太想了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惹事了，好吗？看见这湖水了吗？看见了。它多平静啊！唉，如果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它还能平静吗？那你就去过你不平静的生活吧。
想让他进门，又不让我开门。妈，我是怕他。月，你既不像你爸爸，也不像你妈妈。这班，好，这班，给走。哎，嗯，我就要这本《报仇雪恨》。怎么，知心点老同学都不认识了？啊，认识。我这个爱赌博、打群架的人，共青团。也应该帮助后进嘛，啊！听说你那位是电视台的？嗯，是的。麻烦转告一声，别挡人家的路，啊！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可也别拆人家的独木桥啊！我家房子又没挨着他家祖坟，他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？麻烦转告。怎么了？由于汪志龙一家再三阻挠，问题没有及时解决，工程被迫停止。我们准备播出，想听听贵局领导的意见。我们认为播出不妥当。哦，这个节目对青年干部的形象不利。这都是事实吧？事实不等于都可以上电视，有的可以公开，有的不可以公开嘛。有选择我同意。嗯，可是批评这种敲诈的行为，我看并非不可以嘛。啊，我们也不是护短，审美错误包括你我。请。嗯，好好好。嗯，杨副局长，希望贵局领导认真的考虑一下，能够尽快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好好，我们研究一下。啊，宋台长，我们全家可都是电视迷呀。哦，我老伴儿爱看《科学与生活》，我儿子喜欢体育节目。至于我，我很希望贵台能多多反映四化建设中的先进人物。嗯嗯。我们当然要宣传这些人物了。我们有一个英雄人物专题节目。我们会把这样的好同志请上屏幕的。你们可别把这样的同志压上屏幕哦。嗯，王志龙还是很有成绩的同志。走。哎，小宋啊，我看不要上电视了，啊，录像也不要看了嘛，党内问题就党内解决吧，变成太空中的讯号总不大妥当吧？哎，海外收看了会引起什么效果呀？嗯，那好吧，你马上来一下。
唐叔叔，到窗口来。这是蛋糕，我爸爸叫我送来的，别叫人看见。你是谁？我叫汪志龙。你爸爸是？他的右派帽子是您给摘掉的。哦，你是汪先生的孩子。可是，他的右派帽子也是我给戴上的。别说了，唐叔叔，我爸爸很感谢你。我走了，有人来了。老唐。嗯。好，谢谢。老唐，有人找。好，小宋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抽烟。小宋啊，你知道吗？小汪的父亲被错化成了右派，平反以后，他不但不记仇，还感谢我。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我真是有感触啊。可是他人死了，留下的房子也不能当柴火卖呀，这也涉及到党的政策嘛。政策已经宽了，不能再宽了。筹建处两次让步，他竟然又要价码一倍。内部协商嘛，公开示众，那怎么行呢？我老是想，电视台是党的喉舌，是战斗力的表现。哎，那是报纸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嗯，上了屏幕，又是鼻子又是脸的，比起报纸来，影响要大一百倍。我就是为了这种影响，批评一种很坏很坏的风气。嗯，我问你，你是一定要这样做了？我再提醒你，你在电视上点一位青年党员干部的名，大概总要请示一下吧。市委新任的宣传部长，那可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呢。我可太了解他了，啊！别任性了，小宋。哎，叶进，嗯，给。怎么还鼓捣呢？听说台长泄气了。不会吧？正开会呢。台长，找您有点事儿，等一会儿行吗？好吧，啊。哎，叶进啊，你女朋友病了，来电话让你赶快回去。哦。你答应我，千万别再去拍了，好吗？他们真的威胁你了？这你不要管，我要你答应我。
让我想想吧。别想了，我都想透了。我原以为记者工作最稳妥，没想到记者同警察工作一样危险。你知道我爸爸的。你要理解他，他从小没有得到过爸爸的爱。我不愿意我的女儿也像我一样。我理解你。也许你是对的，我不埋怨你。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洛月他爸爸。那您后悔吗？不会。妈妈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他从小胆子小，你跟他说清楚道理，他会明白的。铁进，你想问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那条丁字户的录像带，我看暂时先放一放。我知道你会不满意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满意啊？你去宾馆筹建处给裘副主任打个招呼，就说那袋子放一放，我们还研究。啊，执行点小老乡啊，进来吧。请啊。啊，你先坐。志虎。啊。嗯，你知道他是记者。我跟他本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他非要挖我这口井啊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哎，事情慢慢解决。你可千万不要对他。好说，老朋友了嘛，我教训他的时候一定手下留情。志虎，你可不许胡闹啊。谁胡闹了？啊，坐吧。哎，坐呀。我这个弟弟啊，他就是不争气，你呢也别着急。嗯。啊，那套家具我看你们还是要了吧，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这可是个机会啊，我是看在你和志虎认识的份上，怎么样？好吧。快点！快点！
人就用我们，慢。哎，几楼啊？三楼，三楼，别说这进来，好了好了，这单位蹭着，里头的快点，好，接一下，那放上去，先放上去，行了，我这搁哪儿？先放着，我这搁这儿，先放着，来，你看这人还挺多，行了，你这搁这儿吧，好，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知近点的小老乡小罗，来来，小姨做事莽撞，你们不要在意，嗨，那叫不打不相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。来，我是小罗，你先到前面去。走，好了啊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兄弟，哎，走嘞，走，再见了，你呀，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你都能对付。我看呐，中国人和外国人，还是外国人好对付。请。怎么看花眼了吧？你到底还是把他搞来了。要是和你商量，什么事儿也办不成。哎，我们现在能去北京了。哎，你看，去了这条金线，好吗？好是好，不过我矮了一截啊。是镜面问题。不是镜面，是我自己矮了。哎，矮了一截啊。你坐着呢吗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呀。我站不起来了。你又瞎说，你喝酒了。我看还是把这套家具退回去。那你要是实在喜欢这套家具，咱们就按原价补给他们钱，等咱们发了工资再让妈支援一点。那我走了啊。嗯，这两天陪你好好玩玩。嗯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进去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阿松让我告诉邱副主任，那条录像带不播了。不播了？那你快去说吧。因小失大呀，对，不能因小失大，就算了，一定要想，国家让个步算了，好吧，不能无限大，高爷就给三万吧，哎呀，我看还是算了，合同期到了，是吧？你要录音的，不行，这个你一定要九十万块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好，电视台让我通知您，那条录像带暂时不播了，嗯。哦，也好也好啊！你们开会了啊？到底是国家的钱呢，要是您自己的呢？哎，没办法，我们是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呀。老百姓一块钱一块钱翻来覆去的数，你们呢，几万块钱当草纸扔。哎，别发火，你们不是也不播了？罗毅，咱们走。叶静，叶静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了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一块儿回家，妈把饭都准备好了。不行，我得回电台去。事情不都完了吗？事情没完。叶静，罗爷，你先回家吧。啊，我说的就这些。哦，你的想法很好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台长。找您有点事儿。哦，来吧。我现在不把你当台长，当你阿宋。哼。说吧。
真婚。可你呢？你的虎气上哪儿去了？哎，阿松，你还记得吗？去年我们一块儿把老台长拖到昆山湖公园门口那回事儿，你要录像，批评这种用公家车旅游的现象，可老台长却制止了你。我看你上台以后是重蹈覆辙，我混，你也混。你知道，有些事情很复杂。啊，台长，哦，你看他演女主角怎么样？好，来，请坐，啊，请坐。哎，宋台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坐下来看看这个。卡巴来给我。嗯。哦，啊。好，咱们去谈谈。哎。我们要揭发柜台记者叶进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造反派，对小学校长实行抄家。老校长的妻子在抄家之后就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叶进对这起人命案是有罪责的。他目前大量收集社会阴暗面，企图加以暴露，也是有其思想根源的。再见啊。嗯。怎么？你也相信？上面写着人民来信。我说事情很复杂吧？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。哦，小韩，我是阿宋。哎，有空吗？你马上到市委大院门口等我。哦，好。再等会儿吧。那我去打个电话。喂，你怎么还不来吃饭呢？等你呢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嗯，知道了。他来不了了。怎么了？吃吧。嗯，这明摆着是诬陷。这句话呀，你应该去对他说。我看呐，你们干脆分手得了。不，除了他的脾气，我什么都喜欢他。我担心你呀，跟上叶进，成天担惊害怕的，你受不了。不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到他身边去，还是他到你身边来呀？各自朝对方走。我看你呀，一步也走不过去。妈妈是这样想的，你爸爸的女婿，不能是一条软骨头虫。伙计，哎，阿宋，快上去吧。到哪儿去啊？哎，快上。好。哎，
实话告诉你，你要请示宣传部，还不如取消你的播放计划。一定会这样吗？100%。我可以透露一句，阿松，市人大那个秘书长已经来过电话了。部长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旁边。那部长怎么说？没表态。当然，你要是一请示，他就会表态。难呐，你看，当了官不能烧火，只能被火烤。凭你这句话，你就不是个好官。为什么？当官就要当出彭老总的脾气。小韩，我问你，我要是撤了职罢了官，你能帮我说一句话吗？半句我也不会说，而且我会否认我给你出过任何主意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和你的位置不一样，我只是个秘书，没有必要站出来。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，那条新闻上星期就播向全国了。走吧，党校老同学。哦，你抹去干什么呢？抹去了，我就跟社会主义同心同德了。冷静一点。坐下面，我不怕。扶好啊！吴越，我以后可能干不了新闻记者了。我和社会主义离心离德，那是诬陷。你不了解我，我了解你。邱副主任，他们要砍电线杆子了。什么？哎，我说同志，有话好好说嘛啊！一个礼拜都不答复，拿我们老百姓开心呢是不是啊？耐心点，正在研究，组织上会解决的。研究有什么好研究的？你们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那么便宜啊！人民币难道是红烧肉，让你们随便啃呢？哎，就是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咱们说，你这么闹影响我们施工啊！这一个礼拜你都不答复，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解决，你现在管子就通到我们这儿了。商量什么？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哎，还躺着，快起来。哎呀，你快起来嘛。你快起来呀。站不直了就躺着吧。你不能躺下，人家诬陷你。你那时候才小学五年级，抄家是老师带你们去的。早晨我见了你们电视台的宋台长，他说校长老爸的死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，你根本没事儿。宋台长说他找过老校长，
还给宋台长写了证明信。哎，你不能砍！哎，斧子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松手！松手！你怎么不听呢？哎，我过去，你看看你，你这样干什么？你松手！哎，不要动手！松手！小伙子，松不松你？不要动手！不要动手！拿斧子给我！你太不讲理了！不能这样！这不说吗？你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怕！我告诉你，好说。真凶啊！怕吗？谁砍谁犯法，我们犯国法，你们犯民法，你给我走开吧！你给我让他砍，让他砍，错，太不像话了！谁不像话？你们才不像话了！好啊，你小子，你吃了东家饭，你拉西家屎！你事关国家利，我不能不奉陪。你举着你的破旗子吧！你以为老子不敢砍？破！嘿，老子先砸了你的旗子！别别别，你敢！哎！好小子，有种的，有种的，你等着。好小子，有种的，有种的，你等着。就这样决定了。这是老校长的证明。事情与你无关。妈，宋台长把不高兴的事儿弄清了，录像带也要播放了。我宣布，今天晚上就播出叶锦他们拍那个片子，并且放在新闻节目的头条。这是我的决定，我个人负责。撤职查办由我一个人来顶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的决定与诸位无关。我提议把台长的这一决定作为我们台务会的一个决定，同意者请举手。请大家把手放下，我谢谢大家。就这样定了，各部门立即行动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叶进，到。你去唐秘书长那儿，请问他不许播放的意见是代表市人大的一级组织，还是代表他个人？好。请问您认为不适合播出这条新闻是您个人的意见，还是市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意见？这个嘛，因为我是市人大秘书长，所以嘛。哦，我再问一遍，是代表个人意见还是代表组织意见？干脆说吧，是代表我个人，因为我了解王志龙同志。那您了解他的现在和各个方面吗？我不但了解他的现在，也了解他的过去。他工作上有成绩，他为国家赢回了十几万块钱的利润呢，十几万通三万，谁大呀？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算的。这一段很说明问题。对，广大的电视观众是最公正的。哎，这俩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出什么事了？晚上七点半。七点半是今天。嗯。他一上台就这么不客气。唐叔叔，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，也够让您为难的了。唐叔叔，您就看在十八年前给您送水送饭的份上，不妨您再好好的和他们说说吧。好吧，你回去吧。唐叔叔，一上电视可都晚了。回去吧，电视上不会有你的，工作我去做。好，来接。好。这次全市评选红区标兵，你们推荐汪志荣同志了吗？市级标兵，条件比较高。我们听说他在外贸战线上打了个漂亮仗，事前不久的事。你们可以写个报告，搞得生动些了。推荐事件早过了，听说光荣榜明天就要见报。是总工会老李吗？我是老唐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老李啊，是红旗标兵名单能不能再补充一名啊？啊，是个业务科长，事迹很生动啊，你还信不过我呀？哎，你给想想办法，马上给补进去。他们局里的报告嘛，两小时之内就送到你的办公桌上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叫秘书整理材料，几百字就行啊。这个我知道，你也不愿意那条录像带播向全国。嗯，是是。火烧到屁股上了，我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啊。好，请。我看明天再说吧。明天？你这个小同志哦。到了明天，我们党的两大宣传机构都互相打起来了。我马上见你们部长。哎，审查很重要，都是赴京节目。您看，不过据我所知，对位科级干部的公开批评不一定要报请宣传部批准吧。要是这个干部不仅仅是科级的呢？你是不是诚心过兜圈子？我哪敢呢，首长。你这个小同志是不是新来的呀？你不知道我是市人大的秘书长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去请示一下，请等等啊。我了解他的现在，也了解他的过去。宋太太，他工作做出了成绩，他为国家赢得了十几万元的利润。什么事儿？十几万，同三万，谁的？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算吗？恐怕情况有变。哦，知道了。他做出了成绩，他为国家赢得了十几万元的利润呐。十几万和三万，谁的？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算吗？部长指示，他怎么说？啊？部长是这样指示的：对汪志龙同志的成绩，电视台也可以报道报道。怎么理解？自己理解。啊，好。
电视台是一把很先进的手术刀，不振之风又那么严重，我们为什么不习惯使用这把手术刀呢？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。要为政策大做宣传我懂，要为经济大做广告我也懂，偏不能为党风搞点小小的批评，我怎么也不懂。可你是新任台长，这是你一半心里话，还有一半呢？你真想听？想听。哎，部长明确指示要报道汪志龙的成绩，可并没有说不让播放那条新闻啊。我看咱们既报道他的成绩，同时又播放那条新闻，太大胆了。这么说你也同意他的方案？我不好干涉贵台大事啊。那你来干什么呢？来看看你们，看你们是怎么理解部长的意见。叶进啊，通知各部门继续准备，今天早上决定不变。好，走走，马上采访一下汪志龙。好。你是来联系业务的吧？好，请你稍微等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同志，你坐下吧。哎，坐下，等会儿。科长好，我有一个亲戚，他的一个朋友和电视台台长有交情。新任台长啊？什么亲戚啊？我的大表弟的小舅子。可能还是他小舅子的朋友的朋友吧。好了好了。好。我倒跟电视台很熟悉。哦，新任台长。嗯，好，请里面坐。请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请你告诉他，毁一个人少一条路，多一份仇也不合算吧。哦，还有呢？如果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，请他尽管拨这家电话。哦，工业品、家电、土特产，我全都包了。问他有什么亲戚，如果搞个体户的话，原料、销路，我也包了。我呢，当然是同样对待了。好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啊，你们都谈上了，宋台长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宋台长，啊，你不认识啊？他就是电视台台长，是专门采访你的先进事迹的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请吧，机器都架好了，请。好，宋台长，嗯，我刚才说过的话，可全都有效。啊，请。啊，这就是汪志龙同志。你好。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过去的事情还是让他过去吧。好，准备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小汪。预备，开始。其实，我也没有什么事。啊，电视台同志，请等一下。小王，有点紧张，不要紧张嘛。哎，啊，不要紧，重新来。稍等。预备，开始。同志们，今天我感到很荣幸，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，
而是我们工业管理局集体的荣誉。我个人又有什么呢？我总在想，成千上万的工人、技术人员，他们用血汗创造了财富，交给我们管理部门。我们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家呢？我们要精打细算，甚至要挖空心思，要赚钱嘛。宋台长电话。宋台长说播出之前他不在电视台。哦，今天夜里就可能把我招去。哼，要是丢了乌纱帽回来跟我扛机器吧。也许扛摄像机对我合适，也许我被调走。后悔？不会。这条带子不要消耗，准备打官司。嗯。哎，吃点鸡蛋。我说，哎，到你们，哎，吃呢。这王大哥又当标兵，是又上电视，这局长是跑不了了啊！别说了。王大哥，给我们说两句。哎，我来说几句。国家的经济要搞活，人民要富裕，咱们诸位兄弟也要逐步的富裕起来嘛。心中有数啊！哎，来，喝，好，来，喝，好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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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对得起咱们死去的老父亲呢。哎，你俩嘀咕什么？干了，电视台开始了。啊，好好，来来来。哎哎哎，你要输了，输了吧？王大哥，看电视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哎，王大哥，来来，哥几个再敬几杯，怎么样？啊，好好，来来来。哎，干。干脆，看完电视再吃吧。亲爱的观众，19:30是本市新闻节目时间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王哥坐前面。下面，请您收看今天的本市新闻节目。在这次节目里，本台首先报道一起敲诈国家建设的钉子户。嗯。15层楼的昆山湖宾馆工程，在建设中遇到阻力，汪志龙一家成了最顽固的钉子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天！我就砸了他。市筹建处办公室按规定付征购补偿费5500元和中小2套房间，可是汪志龙兄弟3天后就推翻了协议，不准管道在他院子通过。他们竟然要求补偿费提高到30000元，住房改为2个大套。筹建办公室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之后，这家钉子户竟纠集人员大闹施工现场，迫使工程停止施工。由于汪志龙一家多次撕毁协议，使工程一天天延期，这回国家财产要赶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。对，你呀，早该这样了。这起严重阻挠昆山湖宾馆工程的事，小宋啊，还在你胆大包天了吗？电视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本市新闻的第二个内容是对新晋屏上的红旗标兵的采访报道。这是红旗标兵地方工业产品管理局业务科长汪志龙同志。同志们，哎，今天我感到很荣幸，又表扬你了。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，
比不表扬还坏。工业管理局集体的真成了最尖刻的讽刺了。我个人又有什么呢？平时我总在想，成千上万的工人技术人员，他们用血汗创造了财富，交给我们管理部门。妈的，我们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家呢？你给我回来！我们要精打细算，甚至要挖空心思的要赚钱。我找那小子去，我要重新设计一下他鼻子眼睛。中华，站住！为了祖国的腾飞，你想进监狱？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而不能抛弃的？哎，老唐，你要做个检查呀？嗯，我是啊。市常委都看了电视，省委也打了电话，大家都很重视啊。哎呀，电视台有问题。哎，老唐，你这样看问题很危险呐。我保留意见，你考虑考虑吧。小王，据党委研究了，你要停止检查。犯了错误不要紧，改正了就好嘛。啊，梁副局长，关于我上党校的事情呢？哦，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。啊，来，把这砖放下来，把砖推走。要卖了，接着接着。请进。这是叶进的家吗？啊，是的。你们是？就是这套家具。嗯。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。关于这套家具行贿受贿的问题，我们要进行调查。这什么了不起？叶静，你看你怎么了？真想哇塞！老让人担心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啊，你先回家。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他们说太贵了。我怕做不成交易。你呀，你真糊涂。我们为了打开销路，不顾血本了。你一句话给我丢了十多万。梁副局长，这个厂长和外商谈判，一句话丢了十二万。你给我处理一下。啊，好吧。成本多少？一毛五。全部改用精致的包装。嗨，成本吃不消。成本每只再提高一毛钱，我负责联系一下最便宜的厂家，改善包装以后再提一块钱，恢复挂上的原价。哎呀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
你也帮了我的忙了。主任，外事办公室又来电话催工程进度了。街道办事处也去人调解了两次，可汪家还是不干。邱副主任，外面有人找。是不是钉子户？不是，好像是电视台的。邱副主任吧。啊，您好，请您谈一下情况。好，请。真拿钉子户没办法，我们也不是大财主，能让步的我们已经一让再让了，又不能来硬的。他们的房子是私产，国家有宪法。你怎么全拍起来了？关上。怎么了？要捅乱子的，人家是科级干部。科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。人家有后台。谁？咱们到现场看看。制火的那帮人，他们来了没有？你说会搭起来吗？我是问你人到齐了没有。到齐了。赶快行动吧。的昆山湖宾馆工程在建设中遇到阻力，汪志龙一家成了最顽固的钉子户。市筹建处办公室按规定付征购补偿费5500元和中小两套房间，可是汪志龙兄弟3天后就推翻了协议，
不准管道在他院子通过。第二次又签订了协议，补偿费竟提高到了13000元，中小房各一套改为2个中套。可是事过三天，汪志龙一家又无理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不答应条件，休想！拆迁没那么容易。你不把弄走，这边砸管子！砸！停！来，不，哎，台长，这儿不能抽烟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过于激动了。开始吧。嗯，他们竟然要求补偿费提高到30000元，住房改为2个大套。筹建办公室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之后，这家丁字户竟纠集人员大闹施工现场。太不像话了，真敢驳吗？哎，新班子嘛。走吧，宋台长。你看，你们看呢？一个共产党员，堂堂的业务科长，无耻之尤，应该再补充点材料。对这种无耻，我们绝不能沉默。罗月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嗨，我拍了一条敲国家竹杠的钉子户的新闻，啊，给你。太气人了，这回啊，非拔掉他不行。哎，给你，你先回吧，我来拍。盯着不排队，我这么大岁数站了半天了都排队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刚才就被老糊涂了，你。出来。平阳警察，管道宽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出来。出去吧。哎，你什么事儿管得着吗你？我的人说话最多3遍。你给我出来。啊。走。就是为了这条沟。整个工程都停了，说什么也不让下管子，怎么做工作也不成。好，这边。他说这棵小树要450元。啊，还有那些花，他说要200元。啊。哎，嗯，请到屋里喝点水吧，请。也好。请。阿赫。哎。有客人来了。给我们拿点喝的来吧。这是咱们邻居小叶，这是我爱人。哦，请坐吧。请抽烟。哦，不会。来，喝点啤酒吧。哎，吃点水果吧。哦，谢谢。请。小叶啊，我看你还是蛮年轻的嘛。比你大个小几岁。嗯，咱们都是青年干部，应该互相的体谅嘛。既然都是青年，恕我直言，
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昆山湖宾馆？其实我倒没什么，问题出在我兄弟和我爱人的身上。我们家的形势是2:1。这房子是他们汪家的祖产，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再三说过。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快去吧啊。在家里也是脊梁骨。在局里我是，在家里可就不一定了。我希望你能起到你的作用。怎么，你还要继续摄像吗？一只眼睛看，我就砸了他。国家财产谁敢动？哼，私人财产你们国家也不保护了。哎，大家看啊，把我们房子快挖倒了。按规定你们早该搬迁了，有事找曹建柱，别影响施工。施工？你们要不把管弄走啊，别想，你们早该拆迁了。拆迁没那么容易。你们要不弄那管子，哥们砸管子。这个这个砸，我就非给砸了。今天我让你放在这儿，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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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走？你给我，你砸了，快点送走。小子，咱们送走。给我给我给我，别搞给我，别这么整，给我气死了，要出人命的。不行，老将老将老将，撤撤撤。30000，30000，是不是太高了？高？哼，又不是花你们自己的钱，还不是一根毫毛的事儿。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态度。作为党员干部，我理应考虑到工程建设上的困难。不过，诸位作为土地的征用者，也应该适当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嘛。怎么样啊？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。不答应条件，我们就不搬。对，限你们一个星期答复，不然的话，别说管子，就连电线杆子我也给你砍了。你这像什么话？动手总是不妥的吗？还是请你们组织上考虑吧。对对对。下一步啊，你们两个蹦得再高一点，扩大事态是最好的一步杀棋了。哎，30000再加两个大套，是不是真的高了点？你懂什么？眼下这机会，几百年也碰不上一回。国家越急越容易松口。像裘副主任这样的干部，我见得多了，就看你硬不硬了。哥，咱说话得算话，钱一到手，一人15000。天鹅还没落地就想吃肉啊，急什么？昨天可有人录像。录像？谁？喂，哦，是我。你快来换我吧，我都站累了，我在这儿排队买票呢，家具展销入场券呀。哦，现在不行啊，马上就要审查我拍的那个节目了。对，我抓紧就是了。